看他们一个，聊得那么开心，就跟提前串通好了似的。他们该不会想要围招吧？咱们有胜算吗？这么淡定？请大家安静一下。所有参与竞标的公司报价都非常的接近，专家组再次综合考量了规划方案、工期以及造价，经过招标办最终讨论的结果是，新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恭喜！这里，谢谢。谢谢差距不大，你们继续努力啊！有空的话来我们那聊聊天什么的，学习学习。来，恭喜恭喜！辛苦了，辛苦，我不辛苦，我不辛苦。厉害，厉害，还是你厉害。恭喜啊，柯总！谢谢。那后续老街的保护开发改造就要靠柯总了。那我带马老，谢谢你。哎，不客气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慢走，下次见啊。喂。应该都差不多了，等公告。今天晚上我安排好了，你愿意带谁都行，但是我这边酒和菜管够。喂，这怎么啦？马总他约我今天晚上去他那边庆祝一下。哦，看来马老现在对你是相当的认可呀。我记得我三叔跟我说过，他那儿宴请的客人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人。一起啊？我？嗯。行，我今天都没去古窑呢。你都帮我这么多了，再说最近也没什么值得庆祝的事啊。嗯。今晚8点，古窑，接你。行。嗯。这时间的坐标一再匆忙的寻找，忘了什么。来，恭喜恭喜，百年好合，新年快乐。是有点累了啊。马总今天说的话应该没往心里去吧。马总啊，马总说的哪句啊？那个
在北京的时候他们不也老爱开玩笑吗？这种话听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。怎么听起来像是你对这个绯闻对象不太满意啊？哪敢呀。嗯，对了，老大，那你谈过恋爱吗？应该四五个吧。怎么了？才四五个，你都这么大年纪了。有特别带出去见朋友的四五个。你呢？我比你就再多那么四五个吧。这么多？那经历丰富，好事好事。那你在北京的时候，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你提过有男朋友这件事啊？六年。我那六年不都在你的手下吗？就是努力的搞事业。爸。骗我。我也骗你。我的个性吧，工作狂，很难有女人可以接受。可能开始交往的时候，刚开始什么都好，但日子一旦久了，有些感觉就慢慢变了。有时候还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。两个在一起的人，如果目的地不同的话，要如何一起走下去？你说的有道理。那你说，在哪儿才能找到跟自己目的地相同的人呢？沈博的东西嘛，肯定是有品质的。这几样都是从博物馆借的，难怪。哎，老板啊，那个柯岩和新辰老李，这次是你给牵线吧？就感兴趣啊，想打听打听。我有什么可打听的？你没少帮忙吧？他一个外地人，又是本地的改造项目，哪里那么好中标的，是吧？哎呀，人家小伙子啊，可是做足了功课呀。前前后后的一个多月，在小巷里考察，风吹日晒的，能中标，说明他确确实实的在为居民、为老街们考虑呀。哦，真的？那可不，他说了。轻轻动手，这一听就是你支的招，对吧？老陈，
你对我们有误会啊。我看你们两个就是一路货色，臭味相投嘛。你要是这么说，我们俩还就强强联手了，怎么了？我不管你强强联手不强强联手，反正瓷器的事情你们两个最好不要插手。倔驴，我都倔了大半辈子了，我也不是针对资本，钱有什么错吗？可一旦你们这些资本伸手进来了，那整个行业的规矩都给改变了，我可承担不了这个后果。凡事啊，就怕有个万一，是吧，老马？你说你就有十二万分的把握吗？你沈博的东西都在这儿了，还有呢，你要想看，我一会儿让你看个够。哎呀，好。哎，你说这个科研啊，什么事情都来找小满，连竞标也专门要小满跟着一起去，他是不是对小满有意思？哎呦，你还不知道呢？怎么了？这个科研早就跟我说了，他说他特别喜欢你们家小满。老陈头，你得赶紧给你们家小满准备嫁妆了呀。老码头，他跟你说了？什么时候说的？那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说怎么觉得不对劲嘛。老码头不跟你开玩笑，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喝茶喝茶啊。你不告诉我是吧？对，你不告诉我是吧？哟，哼，好东西你不看了？不看了。嘿，这距离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？你看这些天碰上那些老邻居老街坊，他们看我那个眼神，我总觉得怪怪的呢。有什么事情吗？就是听说那个科研科总，正在对咱们的老街进行改造，说是要拆迁修缮，你说嘛？这可是要牵扯到咱们每家每户的利益的。小满跟科研呢？陈大师在家吗？陈大师，徐总，这不是科总吗？您这是？古街改造的计划，我想要做一些入户的调查。哦，对，你看，请进，请进，坐。请坐。好，刚刚我们还说呢。是吗？来，请坐。陈大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。没有没有，是这样的，古街改造的计划呢马上就要开始执行了，但是我认为应该要尊重这里所有居民的生活习惯，所以有些针对性的调查还麻烦您配合一下。你考虑得很细致。这条古街呢到今天都还能够维持这个样子，真的是不容易，希望你们不要瞎改啊。明白。看你说的，哎，这样的事情也需要柯总亲自出马的。刚才陈大师都说了，事关重大，再说我来余姚也没多久，凡事亲力亲为那也是应该的，总是件好事。哎，柯总，你也看到了啊，我们家的房子呢是上辈子人留下来的老屋子，我们一直有人住的，也保护得不错，我们没有什么意见的。确实不错。那您看，徐总，麻烦您在这边填个表格。哦，好。陈大师，之前瓷器回流又回流到御窑室这件事情，是我的疏忽，一直都想着要登门跟您致歉，但是苦无机会。这件事情小满跟我讲过了，既然他都相信你，我也愿意相信你。谢谢。不过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，我也算搞清楚了一些眉目，大概知道是谁在背后搞鬼。是谁呀？韩六。什么？俊俊来了。俊俊。哎，来了，好久没来看你们了。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你妈妈怎么样啊？她你还不知道吗？天天修身养性的。
君君，来就来嘛，下次不要带东西啊。就是啊。哎，那我空手来也不像话呀。这位是？这是柯总，柯岩，小满姐的朋友。幸会。上次跟我妈上山的也是你吧？你现在可是我们玉王的红人。你好。哎，对了，三舅舅妈，我妈跟我说，之前疾风砸掉的那批瓷器，本来是要外销，结果突然又出现在市面上的。她觉得奇怪，就让我去查了查。这批货是之前疾风出去那个老徐做的，现在回来还是因为他。您看，要不要我再去做点什么？这件事情还挺复杂，我心里有数了。你不要再去跟别人讲啊，都给彼此留点颜面吧。是，听您的。那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行，好，你们照顾好身体啊。好，好，你去吧。柯总，这个我写好了。好。您刚才说查到瓷器回流背后的那个人是谁干的呀？赵俊。刚才不是也调查完了吗？既然都已经清楚了，那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谢谢你，柯先生，也请你不要对任何人再提起这件事情。明白。还有一件事，陈大师，这次古街改造计划其实对于疾风来说未尝不是一次机会。您这边看疾风要不要在主街上面做一间旗舰店，一来客流量大，这是所有游客的必经之地嘛，二来除了展示您的商品之外，也可以趁机做一个一线调查，了解顾客喜欢。柯先生，古街改造辛苦你了。疾风未来的发展就不劳你费心了，啊。明白。先走了，打扰了。好嘞，谢谢您辛苦了。没事，不用送了，谢谢。慢走啊。好。这好好的一个下午就被搅和了。小满呢？小满跟彤彤去窑里加班了吗？我得去一趟。啊？没事，我等一下就回来啊。活路就专注一点，认认真真的好不好？看摆的什么呀，大大小小间隔都不一样，重新摆过，看看姐姐的啊，向姐姐学。小曼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，不是挺齐的吗？你说。哎，小曼，上次我跟你说的话你还记得住吗？你是怎么想的？您是说关于科研的吗？您的担心我理解，但是我觉得吧，就事论事的说的话
那科研的改建方案您也看了，您也认可的呀。如果说他做的事情是有利于玉瑶，有利于瓷业发展的话，那说不定他做的一些改变也有利于疾风呢。小梅，你要是想拜我为师，你心里面就不要有这样的念头。你自己好好想想。小雪，哎呀，陈小满，你也有今天呀！你这几天在忙什么？都没有见到你。是忙着和陈大师学词？三叔还没决定教我呢。是出了什么事吗？三叔可能有他担心的事情吧，也让我再想想。行吧，那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。好，先不说了，再见。这些年啊，厂子里的效益是越来越好，特别是你们两个人回来之后，我呢是这么想的，那既然你们俩能把厂子管好，干脆我就把厂子交给你们俩来管。你家徐曼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如果你真的收了小满为徒，他怕是要闹翻天了吧。我梦见在开股东大会的会上，小满跟我拍桌子，赶我和彤彤走，而且很多股东都投了同一票。姐，累了吗？喝口水。有事儿啊？嘿。姐啊，不瞒你说啊，我每天从这里回家吧，我累的呀，我都不敢洗澡，我就怕我晕倒在浴室里没人管我。说。哎呀，爸不是说今天电影要试样吗，让我值班，我想回去洗个澡，你能帮我看一小会儿？就一小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今天不怕晕倒在浴室里面了？姐，喝口水，来来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，赶紧去吧，晚上天气凉。行，姐，手穿厚一点。我买那个呢，看什么好吃的，给你带回来啊。喂，咋了，尚总？哇，你怎么早点跟我说啊？我今晚值班。哟，童哥现在这么重要了，要帮陈大师看窑了。不是，今天建窑是个样啊，你一会儿呢去找我姐去。那不就没事吗？行行行，那个一会儿见啊。
哎，老大，在干嘛？在看瑶呢。这么辛苦啊？不辛苦啊，在这儿虽然忙，但是能学到东西，我感觉挺好的。那你加油。怎么黑了？你没事吧，熊妈？熊妈，停电了。乔丹同上唱的啊，没有技巧，全是感情。对呀，跟哭似的唱的。来来，喝酒，别废话。来，辛苦啊，最近真是辛苦了啊。真不是你说哥，天天的给我累的，我这匹狼，你怎么给我熬成狗了？你知道吧？哎呀，烦死了。哎，没事，你是个硬汉，怕什么的呀？啊，委曲求全这一会儿啊，美好的日子在后头。嗯。行，就冲这句话，哥，等我以后要是混起来了，我少不了哥几位的肉吃。哎，喝一行，喝，反正以后这个位置都是你的啊，跟着你有肉吃。行，来，刚才那个高音没发挥好啊，再给哥几个重新来一遍，行吧？来，好吧，来。美丽的草，我的电话。喂，别，干嘛去？窑里停电了，停电了怕什么的？不陈小满在那看着呢吗？不是，哎，不是今天不是不让我看的吗？现在这窑里停电，你咬死全晚了。行，我不跟你们说了，都怪你们，非得让我来，不错。还怪上我，真是。我要卖你，停下。好，小马。来，我来，你小心，进里面吗？啊，来，小美，哎，陈老师，累坏了吧？你还去找了这么大台电机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是停电了吗？我请魏师傅过来帮忙修好了。谢谢魏师傅。那窑？啊，窑里没事，你放心啊。那就好。他是魏平的爸爸，电力局的。啊，魏师傅你好。爹，娘，这孩子，姚，你现在知道姚了？今天不是你值班吗？怎么你不在，你姐姐在？不是，三叔，本来彤彤一直都在的，刚刚离开一小会儿。你去哪里了？我给洗了个澡，然后就隔这么远都闻着一身酒气，洗澡用啤酒洗澡啊，真奢侈，无耻花痴。那你赶紧回去，喝了酒不许骑车。哦，我不快点走。不行，魏师傅，辛苦你跑一趟，谢谢。哎呀，陈师傅应该的，魏平啊，以后就交给您了。这孩子有什么不听话的，该打打，该揍揍。魏平很懂事，也很努力，你放心。哎，好，那我就先回了。好的，谢魏师傅了。谢谢啊。哎，柯先生，谢谢你啊，为了我们厂子这么点事情，还专门跑一趟。小美，替我送柯先生啊。嗯，我到窑里看一下。老大，今天晚上谢谢你。下属有难，我这个做老大的怎么可以不管呢？
你说的不对。怎么？是前下属。你那发电机买的？刚租的。哦，那你赶紧还回去吧，师傅还在车上等着呢。用不着了。嗯，坐来电了。嗯，那我走了。你可以啊。嗯，我三叔还在呢。拜拜，走了。师傅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走吧。师傅，给我开车小心啊。走了，进去吧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丢下姚磊的事跑出去玩。才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还这么干？你多大了？你干点大人干的事好不好啊？那一摇的东西呢？万一断了电，那是大事故啊！你跪也没有用，你跪着吧。妈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气死我了。消消气儿，妈，我别生气了。嗯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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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来吧。行行行行行，谁这么晚把你叫出去的？刘畅他们嘛，搞四季小镇那几个人家从北京来的大客户，我推不开啊。彤彤啊，以后少跟他们接触，听见没有？妈，这为什么呀？咱家停电不该人家事儿啊。你儿子自己贪玩，我一个人做事，我一人当，不该他们事儿。傻儿子，你现在还讲兄弟义气呢？那肯定的呀，要是就我最仗义。你说我说你，说你什么好啊？妈妈不让你去，不是因为别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从北京来的这帮人呢，都是要想在玉窑做生意的。那眼睛都盯着我们疾风呢。你爸爸平时最介意这些事情呢。妈，那我姐还天天跟那个柯岩在一起呢，他俩都快好了，你也不管管他。我倒是希望他们能在一起呢。哎呦妈，哎，行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我姐刚才还帮我说话呢。哎呀，彤彤啊，小满也是我养大的，好不好？手心手背都是妈妈的肉。我心疼他的呀，你不要把妈妈想这么坏。我也希望小满能好，但妈妈更希望你能好。你知不知道啊？知道了吗？知道，知道什么知道了？别怪我，啊，我跟你爸爸从小太宠着你们，惯着你们，护着你们了。这呵护得太好也没有什么好处。你看，你跟你妹妹现在对外面什么人什么事一点防备都没有的。哎呦。哎呀，告诉你们，你们也不听。妈，头疼。怎么了？头又疼了？好久没犯过了，怎么又疼了？是不是喝酒喝的？哎，不知道。哎呀，难受。来，快躺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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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躺下。妈妈给你拿药去啊。好，好。哎，要命！不用担心啊，现在呢只是试试用。如果昨天晚上真的停电了烧不成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嗯，虽然只是试色，但那也是大家花费了好大的力气才选出来最好的放进窑里的。嗯，万一烧坏了就太可惜了。而且还有我跟彤彤的批呢。嗯，走这儿。你这么上心，三叔很高兴。嗯，小曼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个瓷片，你拿着研究研究。
一个月之内如果能够搞明白，明年春天你就可以参加开进筛选了。您答应收我为徒啦？我只是让你参加开进，你还不一定能够搞明白呢。嗯，那我现在就回去研究。现在回家，今天好好休息，不许去窑厂。哎，你周叔那边也不许去，听话。行，听见了，遵命。好，好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三叔。嗯，吓我一跳。爸，你给他什么了？你真收他为徒了？那我怎么办呀？彤彤，我什么时候说收他为徒了啊？一惊一乍的，你吓我一跳。爸，昨天晚上是我不对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但是你不能因为我这一次就否定我所有的吧，我前几天都白费了。爸，我怎么了呀？我这就不行。他说他不想要季风，你这种偏心有什么用啊？干嘛？吓我一跳！让你看！你干嘛跟女朋友？眼眸低垂，我抬头看见蓝天的繁星，我红着眼睛放慢了脚步，结束了一天梦境，放空自己，安静着记录疲累还要多久才能过去，不定你问的想要的什么，直到那束光温暖着我，指引着我该怎么做。I'm more like shining The light cares for awesome 身在黑暗中 shining 趁着光去遨游，过去的黑暗提醒我什么。 The light cares for awesome 黑暗中 shining不停追寻着想要的，是什么值得那束光温暖着我，指引着我。我终于小满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找纸片，我的纸片掉里面了。找什么纸片？小树给我的，很重要的。你上来，下雨呢，你疯了？不行，那是三叔给我出的题，我必须得找到。我帮你，我来，我来。没事，没事的。你在这里泡多久了？手这么冷，再下去会感冒。上去。没事，我真的。你快上去，会感冒。它真的很重要，不然我怎么办事啊？这个是不是？不是。这个。
着想要的是什么，直到能舒服是为了一抹颜色争取，一再告诉我自己不可以畏惧，但我在这里每一件事情顺心，我该何从又该何去。当我再一次梦到你们身影，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像从前般哭泣，学会控制了情绪，又懂得一个人在这世界里面对狂风骤雨。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，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，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，连空气都想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。我愿意在这里从惊喜，把你们的一点一滴揉进这蓝色里，这是你们存在过的痕迹，也是你们留给我的惊喜。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，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，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，连空气都想轻轻地说。